国际辣妈大赛2015年创始于美国，大赛为妈妈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展示女性自信、独立、时尚、优雅、爱心的生活态度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的平台。国际辣妈大赛开创5年来，已经从美国休斯顿走向国际，有全球数万人参与。2019年 Hot Mom 国际辣妈大赛已经发展到33个国家和地区，网络关注达到上亿人次，参赛者都是在生活各个方面很杰出的女性，她们用行动展示女性独特的魅力。每一次的总决赛都在网络直播，观看人数达到了500万人以上。为了回馈社会贡献，做一份力量，大赛每年将盈余捐给儿童及女性慈善机构。2019年国际辣妈大赛全球总决赛将于12月22号于洛杉矶 San Dimas Bernita Center for Arts 剧院举行。届时将会有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分赛区所甄选出来的辣妈参加总决赛。大赛将以才艺、创新、民族服饰、晚装展示、优雅气质、机智问答为评分依据。2019 Hot Mom 全球总决赛的前4名将得到辣妈大赛皇冠、绶带和证书，其他单项奖得主将获得到彩带。所有参赛的辣妈选手将会得到辣妈大赛分赛区组委会颁发的参赛证书。获奖的辣妈将参加国际上举办的大型演出和广告代言，并参加2020年中国电影节颁奖晚会。总决赛现场人气女王将获得价值1000元的产品礼品券，网络红人冠军可获得价值500元的产品礼品券，活力组和优雅组的两位冠军每人可获得价值50000元人民币的翡翠饰品一件，并推荐参加电视剧及电影拍摄。而以上获奖辣妈均将作为颁奖嘉宾受邀参加2020年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2020 Hot Mom 全球总决赛及颁奖晚会。活力组和优雅组的两位冠军可获得2020年颁奖晚会行程$1000的全球颁奖晚会行程经费。所有关于参赛的活动将在全球各大媒体平台播出。洛杉矶地区被选为2019 Hot Mom 总决赛的举办地。作为洛杉矶分赛区的参赛者，将享有直接推选晋级参与全球总决选的优势。汉天卫视将为每一位参与推选活动的妈妈量身制作30分钟专辑节目，于汉天卫视及网络平台播出，并参与辣妈名人明星盛宴。同时，参赛者将被推荐成为商品代言、重大活动形象大使，参与国际 MV 的拍摄、网红辣妈培训，成为汉天卫视辣妈新闻的主播。大会将安排所有参赛者到美姿美仪国际大师全方位指导。汉天卫视自即日起接受各界推荐，参加办法请与汉天卫视辣妈大赛组委会联系，电话626-964-5800。您还在等什么？快来参加我们2019年的 Hot Mama 全球辣妈大赛吧！接下来，让我们回顾一下往届的辣妈大赛的精彩视频，展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也展示我们海外华人华侨女性风采的一场活动。我在这里代表华信集团，代表组委会，感谢所有的赞助商家和客人，为传播中国文化出一份力量。来到这里，同美国的华人华侨同胞们团聚一堂。这是已婚女性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也是提高女性社会地位与能见度的大赛。中国赛区海选15个城市领先开跑，每一场比赛将会通过各国媒体以各种形式及时向全世界发布赛事。2015、2016、2017年大赛网络红人投票超过100万，来自70多个国家的500多万人关注赛事，在各国赛区冠名赞助，面向全世界招商。企业产品，不要错过这一夜风靡全球的机会。
Nagaland, Xue Zhang. Can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you all the best for the 2019 Hot Mama International Pageant.